叫下午安安娜。寒假期间，我们全家一起去了中部玩，天气非常的炎热。我吃到最美味的食物是月梅糖厂的冰棒。我和妹妹选了百香果口味的冰棒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好吃。我们还拜访了旁边的千年樟树宫，那个树比豆豆的树还要大很多，让我印象深刻。还拜访了花博公园，我最喜欢的展览是听见花开的声音，它是由快要700朵机械小花组成的大圆球，它会被声音所控制。我和妹妹在圆球里拍手和尖叫，玩得非常开心。晚上它还会有灯光秀，非常的美丽。我们寒假做的最有趣的事是采葡萄，这是美丽的葡萄园和我。这个是已经成熟的葡萄，而且是深紫色的哦。这是爸爸帮我采葡萄，这是爸爸把葡萄采下来的时候，记得要接好哦。这是我们再把葡萄包装起来。我们还在旁边买了草莓和杨桃，非常好吃哦。在寒假一开始，我收到的礼物是水串珠。它是小小颗的塑胶颗粒，它可以拼出很多造型，碰到水就会湿湿黏黏的，干了又会黏起来。我和妹妹几乎每天都玩水串珠，这是我和妹妹拼的水串珠哦。我的寒假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祝大家猪年行大运，红包给我。